接下来有请第六场的对阵，首先韩潮、李思武、姜文健。铁牛、黄子恒、张天翼。大铁牛是整个曲歪里头人气最高的，没有人的防得住他，而且夹击他也一样推一样撞，他是一个 bug。哎，这种防守率，三个人，哦，哎，铁牛，哦，白队，你可以解释你的想法，为什么你选这两个队友？黄子恒是一个很好的组织后卫，天翼嘛就是最强高中生，能防守又能进攻，我觉得他们两个很适合我。铁牛他是第六组选人的。但偏偏到他这里的时候还能选到两个很好的球员，算是非常强的一个阵容。你就正常防他，一下球我就会上去夹他，我也不会让他轻松传球出去的。我是第一次遇到比自己重120斤的对手，心理压力还是蛮大的，但是我想都命悬一线了，你不拼一把的话只有死。铁牛昨天我跟他聊了一个多小时，哇，我相信他也明白我对他的情感。我觉得铁牛你这个跟峰哥能聊一个多小时，你知道这如果播出去你能会被多少个小姑娘追杀吗？我现在有点害怕，很害怕。你会感觉到你的危险的，我跟你说，我现在觉得我非常危险，这个机会不是一般人能得到的。铁牛你记得吗？不记得。你记得？记得记得。你会选我跟周杰伦的队，还是李易峰跟郭艾伦的队？你的队啊。确定？确定。好，我们不用说了，不用说了。什么什么？我开玩笑，开玩笑。好，来加油了。OK。我跟铁牛还有天翼，我们有一个沟通，在相对打对方韩潮他们三位选手的时候，我其实是非常有信心的。相对对手来讲的话，我们是看起来会弱点的样子，但是我们是把它当成一场生死战来打。来，准备。哎，看来是带着战术来了啊。哎，换了一个防守队员，黄子恒。给到内线，铁牛。给到内线，铁牛。犯规。李思武率先犯规。让他传球给铁牛，传给铁牛，铁牛就一个打三个。他就是往里凿。他真是实用型啊。还是白队的球权。好，准备。给到铁牛。犯规。罚篮。真是没法，除了犯规没法拦。感受到了被力量支配的感觉。他站内线就很难有人撼得动他的地位。罚球两次，两次。有篮，牛哥很准呀，好牛！哦，罚球可以啊，初中有戏，对，有戏活。这么稳，这手感可以啊，铁牛。韩潮 ，HC， 哦，姜文健这边没能命中，黄子恒外线给到内线，铁牛。
没有，不算。无效。黄子恒外线给到内线铁牛，小黄可以投啊。我觉得我们是属于压倒性优势的，因为他们根本防不住铁牛，所以我们采取的策略跟战术就是强打内线。黄子恒，铁牛，两防，造成犯规。因为他把球举起来的话就没有办法，他一个胳膊就抵我四个，然后只能够犯规。还是打内线，没法拦住他，太壮了。两次命中，投篮命中。哎，铁牛的罚球已经连续六中啊！他每回都是全是这样进的。对啊，铁牛面对两名防守队员，还是造成犯规，罚球两次。异常的稳，命中。这马上要变成一个罚球比赛了吧？铁牛还是造成犯规，罚球两次。铁牛的第九次罚球，一次。铁牛，两罚，造成犯规。还有一罚，哎，十二罚十一中，可以，手感你看，咱罚篮真准，没有我，你让后卫罚都不一定全中啊。我们开始战术就是拿球我们就去夹击他，然后要么就犯规，不能让他进球，然后让他去罚篮。然后我就心想，我犯下来他也不会罚进，结果他十二罚十一中。红队球权。耐心一点，打个挡拆。挡拆是比赛中常用的一种掩护配合，基础的挡拆需要一名掩护球员和控球球员协作完成。挡就是掩护球员帮控球队友挡住对方防守球员，协助他进行下一步进攻，但掩护时一定要提前站稳。挡完成后，掩护球员迅速离开防守人继续进攻，这就是拆了。这招简单又好用的配合，大家学会了吗？韩长给了姜文健，哎，要总打出这种配合多好啊！韩长外线的三分 ，three， 走左路，轻松 and one。投篮命中，韩潮。哎，两罚一中，外线李思武三分，终于命中。白队发球，黄子恒给到张天翼，还是打内线。红队球权 ，HC 韩潮。A 给到外线李思武，还给韩潮。Three， 再一闪，就拉开打外线，来的有点晚。铁牛是一点不紧张，铁牛现在兴奋。比赛还有八秒钟，黄子恒给内线铁牛，只有一秒钟了。OK， 比赛结束，恭喜白队全队晋级。篮球是看输赢的，我作为一个后卫，我带队，我赢得了比赛。我就是一个好的球员。六位球员请到场中站定，面向领队。
恭喜白队，我觉得你们三个配合得非常好。就没有想到铁牛的罚球还真的蛮准的。我们铁牛非常的棒，罚球手感非常的柔顺，粗中有细。我罚球一直很准，非常准的那种。这些人没有一个人赢我了。能够让这些队员心服口服，我不是只是一个歌手而已。我今天来做这个节目，就要让你们心服口服。实在太准了，十中十，他的手感非常好，投篮姿势也非常漂亮。比一下吗？投十中十，来现场，觉得自己可以投十中十的举手。输的马上退出哦，有没有？有没有敢？没有啦，开玩笑，开玩笑，真的是不错了，真的不错，好不好？那我们恭喜白队，好不好？恭喜白队。